大家好，这里是 PT Study 真题讲解 SST 部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本能反应版本二，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具体讲的什么吧。Instinct is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a set of behaviors that are both unlearned and set in motion as the result of some environmental trigger.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本能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组行为。这些行为呢，都是未经学习的，并且是由于某些环境因素引起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他在这里面提出了第一点，就是文章的一个核心，那就是本能。本能是什么样子一个反应呢？那就是 behaviors that 后面呢出重要内容，那就是未经习得的，并且 and 连接一个并列结构。并且呢，是由于环境因素所引发的，所以这句话呢，这就是我们要记的一个核心点，那就是本能。首先呢，是未经习得的，然后呢，是由环境引发的就可以了。你再看下一句话。Instincts are also often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motivation, since they can also occur in response to an organism's need to satisfy some innate internal drive tied to survival.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本能也常与动机有关，因为它们也可能发生在机体需要满足某些与生存相关的内在驱动力时。在这里呢，其实如果我们分析句子的句型的话，可以看到它的主语呢还是本能。本能和什么有关呢？和 motivation 和动机有关。接下来 since 引导的一个解释原因状语，那就是因为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反应，对什么反应呢？我们机体有某种需要的时候，为了满足某种特定需要的时候呢，引发的，并且为了生存。在这里呢，我们不用记它具体的原因，我们只要记前半部分，那就是本能呢，它是和动机有关的。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Instincts are present across species and are consistent within individual species.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本能是跨物种存在的，并且呢，在个体物种中呢是一致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本能首先呢还是本能，主语还是本能，它是跨物种存在的，并且呢在个体中也有。这个呢就是这句话的主要内容。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In other words, many different species rely on instincts, and if one member of a species possesses an instinct, then they all do.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换句话说，许多不同的物种依赖于本能。如果一个物种中的一个成员拥有本能，那么他们都拥有。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开始有个提示性的词，那就是换句话说，也就是呢，这句话的内容其实是在换种方式解释说明上一句话，是说什么呢？是说本能呢，它是跨物种存在，并且呢，在个体中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如果物种中的一个成员拥有本能，所以他们呢就都会拥有。这句话呢，其实是在具体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上一句话，所以这句话的所有内容呢，我们都可以不用记了。我们直接看下一句。Before we move into a discussion of specific types of instincts,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stinct and a reflex.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开始讨论特定类型的本能之前呢，我们要先区分本能和反射的重要性。区分这个重要性是很重要的，所以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这是一个条件。这个呢，我们就可以不用看它，直接看句子的主句。那就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呢？那就是区分本能和反射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呢，它引出了一个新词，那就是反射。所以我们知道，可能它下来要讲的呢是反射。再继续往下看。Both are types of unlearned behavior that tend to serve a survival purpose. 这里说，两者都是为生存目的而服务的，而且呢，它们都是未习得行为。
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首先他俩都是未经习得就有的行为，并且呢，是为了生存而服务。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是他们的相同点。Both.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 reflex is typically a simple reaction or a response to an environmental trigger, whereas an instinct is a much more complex set of behaviors. 这里呢说的是不同之处在于反射通常是一个简单的反应或对环境触发的反应，而本能呢则是一组更为复杂的行为。在这里呢，它其实句子一开始就说了，这里面讲的是区别，什么的区别呢？那就是本能与反射的区别。首先它讲的是反射，反射是什么呢？是简单的行为，简单的行为就环境所引发的简单行为。Whereas 转折接来讲的是本能呢，它就是一个更复杂的一系列行为。所以说这里呢，这句话是本文的一个核心重点，它主要讲的是本能与反射的一个区别。我们在这里呢要把这些要记下来，如果我们要记的话呢，就记这个内容就可以了，画黄线的内容。好了，我们再看下一句。For instance, an example of a reflex would be when a baby turns his head toward an object that is pressed against one cheek in an effort to nurse. The head turn is a simple reactionary process. 这句话是说，例如一个反射的例子是，当婴儿将他的头转向一个物体，这个物体被压在一侧脸颊上，试图呢去喂奶。转过头呢是一个简单的反射动作，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它讲的是 reactionary process， 并且呢，它给出了例子。具体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不用记它，是 reflex。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For instance, an example of a reflex. 好了，下一句。An instinct would be the manner in which a mother bird regurgitates her food to feed her young in response to their signals of hunger. 这里呢说的是一种本能是一只母鸟在幼鸟发出饥饿的信号时会把食物倒灌回去喂它们。这里呢它举的例子是针对于 instinct 本能的。这个例子呢我们也可以不用记它。你再继续往下看。Both are reactions to environmental cues. However, the mother bird must engage in a series of much more complex behavior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cues the environment is providing her. 这里的意思是说，两者都是对环境暗示的反应。然而，母鸟必须进行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行为，才能对环境提供给它的线索做出反应。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呢是对之前的两个例子呢做出一个总结，就是说呢，作为母鸟的话，它对于环境的暗示呢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行为表现。好了，这就是本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之后呢，它其实是以两个例子作为结尾，并没有出新的内容，所以呢这里也没有我们什么需要记的地方。我们再继续看核心点。核心要点的话总共是这么六句话，现在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总结成一篇 SST， 写好之后呢，就可以看我们的参考答案了。好了，现在来看我们的参考答案。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呢，还是用我们固定常用的模板呢，引出本文的一个核心点，那就是本能与反射的区别。它首先讲的呢是本能，本能是什么呢？是一系列未经习得的，由环境引发的复杂的行为，并且呢用 which 引导一个非现实性定语从句补充说明，它其实呢是跟 motivation 动机是有关的。除了这一点 besides this 又讲 instinct 呢它是怎么样的呢？是所有的物种都有的。接下来呢 although 引导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本身里面是有转折的，说虽然呢本能和反应反射 reflex， 这不是 reflex， 不好意思写错，应该是 reflex，跟这个词应该是一样的 reflex， 都是未经习得的行为。reflex 呢是一个简单的
reaction。然而呢 ，instinct 呢是一个复杂的 behavior， 这个也是写错，应该是 reflex， 不好意思 ，reflex。好了，这就是这篇 SST 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今天的 PT study。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好了，谢谢大家。